到了日韩最新开幕的温德姆酒店。希望您做得开心。房间在11楼，后面是你的房号。然后住宿期间，因为目前刚是一个月，所以网络讯号还不是太稳。如果需要使用 WiFi 的话，我们的 ID 账号跟密码都请您使用房间号码就可以了。酒店的3楼是我们的泳池跟健身房，它从早上的7点开到晚上的9点钟。都可以使用，那冰箱的饮料还有胶囊咖啡都是直接使用就可以的。那酒店大厅在2楼，明天我们的早餐在1楼的项目自助餐，7点到11点提供房间号码就可以了。另外设施的部分，泳池、健身房都开放了。那我们有一个对外营业的汤屋6间，目前还在最后调整，所以再敬请期待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房间里面是会有温泉的？有的，所有房间都会有一个冷池跟一个热池。对，谢谢你。不会不会。因为我听说这边也有那个亲子的设施，是之后会有。亲子设施，您这一次如果想要去亲子设施的话，您身后那个地方，那条街叫做义勇街。您帮我往下走，走到底马盖丹街之后右转，左前方要看到一栋4层楼的建筑，那是我们亲子餐厅。2楼是餐厅，1楼是儿童游戏室，银行卡出勤都可以直接使用。您这边这个楼梯上去之后，3楼是大人的，上面会有室外泳池、水疗池。还有像我们健身房有大概8到10种的器材，还有运动的魔镜是可以连网络的。有记行李的吗？刚刚有问你记行李。好，这个房型看起来是有点像4人房，它房间超大的，进来这边就是一个迷你吧区。阿南咖啡，它是放在里面的。里面有一个全身镜，有保险箱跟一些备品。看一下抽屉，这边有洗衣袋是他们家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旧漫画，是温德姆的袋子，这个是擦鞋布，温德姆的袋袋还蛮漂亮的。
旁边的话是一个，这个是可以放衣服的一个折叠桌，然后这种他们家的浴衣，上面写温德姆，还有布拖鞋，有这种是那种夹脚拖鞋，是可以去泡温泉的，然后这是房间的鞋子，就是绒布的那一种。这边是浴室，浴室有很多开关，就厕所的开关跟沙发灯、浴室灯跟浴室里面的灯。它这个浴室竟然里面很大哎，旁边这里面这边的话是厕所。这个造型很独特，然后这边有圆镜，下面的话还有体重计，泡完温泉就可以量体重了。旁边这边都有备品哦，有擦手巾，然后这边是它的备品盒子，除了一般的备品之外，还有这个可以夹头发的，然后还有化妆品跟棉花棒，这边是浴帽跟两刷牙膏、两梳子。这边是它的肥皂，是这个牌子的肥皂。我打开来看一下，还蛮香的肥皂，这牌子的润肤乳。这边一样也有漱口水，有一个放衣服的篮子，镜子都是有打光的，都是有灰色的设计，然后有点这种大理石纹路的感觉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就是温泉池。刚才介绍的时候有说温泉池有冷热温泉池这样。躺着可以看到电视，电视我觉得很大哎，上面有写那个温德姆，这边就是那个伊达扫码头。看一下电视里有什么东西，电视一样可以选择语言的部分，它这里也可以看 YouTube 跟手机投影，然后饭店资讯有客房介绍、内部设施、饭店地址跟住校区。哎，它这里也有紫外线空气浴场版、台铁高铁。看一下哦，那个饭店设施、内部设施啊。它现在是有健身房跟游泳池，还有二楼有一个酒吧。这边是房间的部分，它只有介绍这个房间，他说每个客房都有美人汤温泉池，也是蛮多频道的。电视柜这边还蛮大的，这里应该是可以放一些小包包之类，然后底下也可以放行李。这边是他的书桌，书桌的色调也是一样，是比较咖啡木头的感觉，浅色的木头色。然后上面有写价格。床的部分呢？哇，超大的，有两个双人床哎。可以控制它的灯源。然后有阅读跟娱乐就是会关上窗帘，两层都会关起来，然后灯也是会帮你关掉。这边的话是一个蓝牙的音响，然后它可以无线充电，手机放在这里就可以无线充电。它这个窗帘是有两层的，然后也可以控制阳台的灯跟睡眠，还有书桌灯跟总电。开关的话窗帘就会关起来了，是自动的。那把外层关起来的话会变暗吗？事情的话都可以拨到柜台。这边的话是窗外的景观区，
我去看一下。逛街的地方，然后那边可以看到日月潭缆车。